我们家有六个孩子，我的爸爸是在老五出生以后他受洗成为基督徒，他受洗之后大约一年多我才出生。其实他并没有特别去想说要取一个什么样名字，因为我的姐姐们都是叫梅什么梅什么哈，我的上面一个姐姐叫美德，那取到我的名字就叫美意。或许他那时候并没有刻意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上帝已经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很好的预备。大概在我两岁左右，我的父母有感觉我走路的样子跟我的哥哥姐姐们不太一样，他们看我摇摇晃晃的，当时有带我去给医生看，那医生也看不出什么，唯一发现就是我的膝盖不直，所以他们就觉得那膝盖不直就来开刀就好了，做矫正，四岁半开一次，而且开完刀上了石膏，半年没走路，半年后石膏打开来开始走路，哎，不理想，五岁半再开一次，两次手术结果是一样。对我父母或者医生，其实他们当时是想不透，现在知道了，因为我是25岁以后自己又到台大医院去做检查，然后医生才告诉我这是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，也就是非典型的侏儒，而且这是基因突变造成的。在我高中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的身高136公分，是我这辈子最高，那到最后量身高是126，少了10公分，到了35岁以后检查出知道是骨质疏松。那其实我这个整个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造成我的不只是身高的问题，就是应该是说造成我整个骨骼方面的问题。我的爸爸竟然告诉我妈妈说，既然上帝给我们这么特别很不好养的孩子，那就是看得起我们，托付重任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小孩教养成功。其实我并不知道我长大可以怎么有用，只是这样子的话在我的脑袋里，在我的心升值了，我就觉得我一定会有用。对我来讲去教会当然就是唱诗歌听故事，可是好像这个神本来只是一个故事中的神，慢慢的我开始对这个上帝有一些体会。是我记得我4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还写功课找不到参考书，后来真的没辙了，我就祷告求上帝帮助我找到书，祷告完好像上帝就提醒我说，你去看看那个茶几底下，就一翻开茶几底下果然参考书在那里耶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哎，祷告好有用哦，哎，这个上帝他听我的祷告。我记得以前读国中高中的时候，我常常晚上睡觉前跪在那边祷告，我就想上帝啊，台语有句话说几米短几寸，你可不可以给我这样的恩典，好让我明天长高，好早上睁开眼睛就突然哇身高就正常了，可是祷告完躺下来睡觉又突然爬起来说，上帝啊，可是不要一下长太多，不然我明天就没有制服可以穿去学校了，你看我还有这种烦恼。那结果呢，这种几米大几寸的好康并没有，我的姐姐就是我们家的老五长到172，但是我现在回头去看我就觉得，原来我们以为得医治才叫神迹，我现在看到的是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点点滴滴的改变，那才叫神迹。让一个没有自信的孩子可以找到自信，一个看不到自己价值的人可以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到自己的价值。其实每一个人应该都是生命斗士，因为你面对人生的一些困难你不斗可以吗？你只会被打败。但是呢，作为上帝的儿女，他的好处是什么，就是眼前可能你有一些困难仍然在，但是好像上帝就带着你关关难过关关过。在我很沮丧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上帝他的爱很真实的与我同在。这个信仰不只是人们想要看到的一个神迹，其实它就是很真实在你每一天点点滴滴里面，我觉得它已经深入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。